哎呀，下雨到了，到了白沙洲。我车锁一下。好，走，走，我带你去买吃的，走。走，走。今天都出来打粮货。来，走，这边是，这边是卖什么的？这个区域是肉鲜肉市场，这边。下雪了。买吃的啊，肚子饿了。没有看到卖东西的。走，这边搞面。你吃完的面？热干面有没有？热干面有。热干面啊，来。搞三碗。你下面啊？你下面啊？我也三碗这个。三碗，三碗热干面。热干面啊，是不是？热干面，啊？啊。热干面，好香啊！这个热干面，哇，香！你这一碗吃不吃得完？吃得完？你这拿下来吃。好久没吃到热干面了。嗯，香。吃的啊？快吃！帽子等一下，等一下戴起来。等一下。看着，看这边，看都看不见。吃完了吧？还有多少？还有一点。哎，水一擦。好，走，走。哎，他们人呢？他买菜人，他买的还找不到了。你爷爷奶奶往哪里去找啊？啊？啊？不知道啊。打电话呀。等我们前面先看一下，这边都是一个，这边是白沙洲大市场啊，农贸大市场。哇，这边卖肉的。这个外面下雨又下雪啊，冷得不得了。这个大市场特别大，全国应该数一数二的农贸大市场吧，武汉白沙洲。啊，这里不要搞，别摔到了。啊，现在我都不知道去哪里去买，他们，我妈他们不知道去哪里。我们也不知道买什么，他们都去了。买吃的，买玩的。这里只有吃的，这个白沙洲。只有吃的。嗯。没有玩的。没有。哎，找到了，七早八早找到了，你看。
小六呗，大六呗。大六呗。大六呗，怎么了？来来来，是五块钱。有没有？来有，来来来来。哎。别吃别吃，了要不了那么多了。这都是一个班呀，那不是这买半边的。这个要求是一个吗？全部一千万呀！我现在就给你做六万块的呀。今天我要吃六万块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太多了吧？是买要几多？你要几多呢？啊？你要几多呢？要几多？什么要几多？二十五。二十五，二十五一斤。这个是尾巴。是什么呀？尾巴。牛尾巴。这都是牛肉。哎，掉几斤下去了？有多少斤啊？这真好啊，哎，好啊，太大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。那成功了。哎，你成功了，不成功了，姐姐。成功了是吧？不成功了。又到这边，海吉星，白沙洲出来了，到这边来了。这边是海吉星农贸大市场。这边比较安静一些，人少一些。这几多钱一篮？一百。一多斤呀？五十斤。再搞一篮回去了。搞了，这等那个。你不是把它切上，那就搞了，切这个的。你看，看到那多了，还要去转过身走了。好。好。那小家伙在车里，不放心，他一个人在车里。上。走不走？啊，你晕车啊？啊？晕不晕？不晕，下来，走啊！等下去买玩具，走，起来，快点，走啊！谢谢奶奶。啊，回来了，买了肉啊！下去。这个我来办。哇塞！哇！又是下雨，又是下雪。然后把车开下去。嗯。没了吧？我上。你是那么上？哇！这个车开不进来，那人家的车挡住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久违的雪啊，下大了，我都想把车开进来，真的想开进来。把这里整理一下吧，把车开进来，不然怎么搞？先把这个没吃完的菜端上去。哎呀，车门锁了没？拉一下，哎，没锁，下大了。这个雪下大了。
哎呀，妈，喝了几个箱子麦一了。啊。吃了饭去脂肪给你买衣服、鞋子，啊，行不行？要玩玩的。啊？要玩玩的。太冷了，开火了没？没有。对，把火开起来。嗯。